大家好，我是 Brother 行销部的 Daniel。今天要为您介绍的是 Brother 世界首创、独一无二的 MFC6490CW A3 彩色喷墨传真复合机。您还在用单功能的 A3 印表机吗？或是一般 A4 尺寸的传真复合机？现在您可以有更好的选择，只要不到2万元的价格。Brother MFC6490CW 不但可以 A3 列印，更可以 A3 扫描、A3 传真、A3 影印，大幅提升您事业的竞争力。现在我们就来看一下这一台全球首创的 MFC6490CW A3 传真复合机吧。首先，高达35页的 A3 尺寸自动静止器，让你在传真或扫描文件时更加的方便。再配合高达黑白每分钟35页、彩色每分钟28页的列印速度，让您在处理文件时方便又有效率。再来就是 A3 尺寸的扫描器平台，让您可以扫描与影印 A3 尺寸的文件，不管是书本或是杂志，只要一次就可以轻轻松松扫描与影印完成，不需透过2次处理，非常的方便。另外，它拥有可调整角度的3.3寸彩色 LCD，并且搭配 USB Pick Bridge 界面、CF 卡及3合1记忆卡插槽，不必透过电脑，也可以连接数位相机、USB 随身碟或是记忆卡。单机的操作可以说是非常的便利。MFC6490CW 还配备有可调整大小的双镜指甲，它可以同时放入 A4 及 A3 的纸张，加上高达400张的容量，更节省您换纸的时间，并满足您大印量的需求。在墨水夹的设计上，它一样是非常方便的前置式掀盖及弹力抽换的设计，搭配高印量的墨水，可以列印高达900页的黑白文件或750页的彩色文件，更可帮助你有效地控制列印的成本。3.3寸的彩色 LCD 操作功能一目了然，并配备有线及无线网路，方便多人共享列印资源，并设置有独家的安全功能锁。可针对不同的使用者设置不同的使用权限，让您的机器管理更加容易。现在我们就来看看 A3 复合机的各种运用吧。首先，它非常适合广告公司或设计公司列印大尺寸的设计图，并且用 A3 直接传真给您的客户。它也让 SOHO 族及创业头家们可以直接列印或影印 A3 尺寸的海报、菜单等等，节省你外出影印的时间与成本。它更可以列印 A3 尺寸的报表，您看是不是非常方便阅读呢？当然，列印 A3 尺寸的照片也完全没有问题，色彩非常的鲜艳美丽。您看，不到30秒的时间，已经完成 A3 海报的制作，绝对可以吸引顾客的目光。所以这一台 MFC6490CW A3 彩色喷墨传真复合机，现在建议售价只要18900，以2万元不到的价格，就可以拥有 A3 彩色影印机的功能，买到赚到哦！